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信濃、河北からの頭文字である川は、甲賀であり、山東三省の頭文字である山は、この太閤山である。我々が満州から征していき、山海関の縄文道を越せば、この広大な河北太平原に至るというわけだ。太閤山を征するには、そこには腐敗の地を築くという信濃には、 言葉だが、あります。太閤山と甲賀の間はまさに三省省である。我々河北方面軍の作戦目標は、この三省省より大きく回避し、信濃河北地を奪い取ることにある。この信濃太閤団地区の広大な面積を、どうしたら我々日本の国土として見て取れるのでしょうか。私が思うに、信濃大陸の背骨のようです。 我々が太閤山を占領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信濃人の背骨を断ち切る、そのものであります。蒋委员长提出的口号是“焦土抗战”，会长别墅一致一定有深意存言。<笑>土都焦了，还有胜仗好看啊？守土抗战。 才是有的放矢。守土是目的，抗战仅仅是手段而已。至理名言，至理名言。报告，朱德来了。军装。哎呀，玉珏兄啊！哎呀，报告，严司令长官。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奉命来到。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请。好，请。正常会党中央通电所说呀，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犯规军，若大旱之亡于你呀！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哎呀，清醒清醒清醒啊！非常。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严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型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 平型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严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能改变旧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 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120师、贺龙率领的120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正在开进途中。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报告，茶已备好。哎呀，请。好，请。
林彪和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阶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严某人幸甚啊。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15师堵住日军的逃路。哎哦哦，啊，当心啊。哎呀，一定一定啊。来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哼，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仗是我们115师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友军如果不配合呢？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报告，他们来了。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一次齐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你们115师全部是老套筒，汉阳造，怎么打？本人对贵部的勇气钦佩之至啊。仗是人打的，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配合？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会在平型关北侧主动出击，以保证你们行动。那就太好了。报告，师部命令加速前进。品軍が我が軍の進軍を阻止しております。潰せ。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援軍出発。出発。に報告いたします。今国民党の勝負隊をぶっ潰しました。
前進させろ。妖妖武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平津关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没有，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准了机会。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日军部队已经进入我伏击圈。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谷口。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开始。シナ軍が待ち伏せ攻撃？そんなはずはない。絶対に違う。兵が彼方四方に散って武士を漁ってるに違いない。キャトラを逃げり潰せ。袁信祥。ああ、よく知ってる。やつは私と陸軍学校での同期だ。やつにそんな肝っ玉はない。航空隊へ支援要請を行いますか。そんなことはせんでいい。師団長、もう一度よくお考えください。よし。炸得很猛烈啊，让部队冲下去和他们搅在一起。
敌人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制高点。告诉李天佑，绝不能丢。团长，三长，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是。军长，十七军军长高贵姿擅自下令撤退，放弃了阵地。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他要不归我管，那是不是让七十一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板垣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这样幺幺五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一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北马，去平型关。没子弹了，我也没子弹了。给鬼子拼了！看见！他们路开！不攻啊！卡洛森！どいつもこいつも死に物狂いで勝負してくる。どこの軍の兵どもだ。八郎どもだ。八郎軍だ。Ah!
听到请回话，幺洞幺，敌人第十一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近身肉搏了。不惜代价守住。好吧，要活的。小心！小心！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板垣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
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万岁！又是贺电，哎呀，惭愧啊，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总司令，好，总司令，荣臻同志，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这就是我们的南如村。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作战总结搞了没有？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各部队全查问过了，都没有抓到俘虏。一个也没抓到？没有。人跟他 interview 住的呢？任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对不起啊，沈木特莱女士。I'm afraid not.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He never has time, always busy.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When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老百姓啊，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Ren,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任主任，你真的是个政治家。尊如兄、玉珍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任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哎，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忻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但愿我等能助延展官一臂之力。嗯，好，请请请。好啊，请。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大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阶兴指挥，中路军由尊如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敬随兄一人，
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啊，当然，当然，哎，来来来，这金子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所以说呀，泾水三支，在此归一。 融为一体啊！对，融为一体，共同抗战。高人的飞机，有本事你下来呀！ 刘步成吗？从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哎呦！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林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小鬼子，你。
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趴在窝里孵小鸡了？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还要我们配合。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我们八路军又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建立四个根据地。Some family members of the most of these women have died at the front, and their Save the Nation committee organized the villagers to make shoes for the Red Army soldiers. Which kind of flower is it? They are lotus flowers. But there's only one usually. How come there's two? 他刚才对我说，这种花应该只有一朵，不会是两朵的。这是并蒂莲。They are twin lotus flowers. In the Chinese folk culture, the twin lotus flowers are a symbol of love. Of love? 她做的那个鞋垫啊，想给她刚结婚的丈夫送去，可他已经上前线了，结婚三天就走了。However, he had gone to the front only 3 days after wedding.Did he go willingly or was he forced to? 他是自愿去的还是被迫的？是我自己送他去的。I took him there myself. 那孩子非去不可。In fact, 也难怪他们一家人呢都被日本鬼子给害死了。Except himself, were killed by the Japanese devils. 平型关大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展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投入重兵，大举进攻华北战略要地太原，在雁门关和娘子关，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搏杀。
军座，弟兄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的旅长已经为国捐躯了。现在由我来代行他的职务。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1300高地。 谁胆敢后退一步，我的匣枪绝不答应。我郝梦麟退后一步，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装粪枪，军队你千万不要上去，敌人的火力网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 过不去呀！军座，等等，我们上去就是了。将有必死之心，事无贪生之意。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山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
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报告，委座电报。向南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什么酒都不可靠，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傅作义愿与太原城共存亡，不敢丢太原呐。太原丢了，山西就不保了。报告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还不如按照朱德的战法。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啊，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报告，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要见您，不让他耗着了。是决死队，快请。是。哎，等等，我去。我想见一下朱德总司令。我就是朱德。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薄一波，是中共党员。哎，不要自报家门了。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啊，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发动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您可别这么夸奖我了，以前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今天见面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好，识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农家翁。朱总司令啊，彭老总刚刚告诉我，三个主力是要分兵到敌后去。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军决死队是怎么安排的？你们最好尽快撤离舞台地区。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又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这支部队都是我们山西的青年才俊，不能当救灾粮，要当种子用。那好，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决死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总部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防御也不能被动啊。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两道防线，可是硬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那我立即出发。好，您多保重。就
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as a commander in chief with no troops and a vice chief of staff that is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统帅。总司令身边没有部队，副参谋长上阵打仗。好，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顾参谋，好。刚才洪东县先达队反映，说霍山县有个广胜上寺，那儿有一部大藏经，你立即通知薄一波，由他负责把大藏经转移。是。王总，王总。小平，伯成，你们怎么来了？把陈刚三八六旅给你留下，随总不行的。 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乘空蒸汽怎么行？报告顾总司令，陈刚率三八六旅前来报道。不用了，主力调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啊！三世は山と川に挟まれておる。このような地形は攻めがたく守りやすいと言われておるが、私はそうは思う。 この南北を貫く汾河の谷を我が大軍が川の流れに沿って下り、ひとたび太閤山に踏み入った場合、これを誰が阻止できようか。我が軍が大元を奪取して信濃軍の三省における防衛を常に全戦線ともに壊滅しています。現在彼らは信濃に向け逃げております。 彼らすべてが小さな町の中に潜んでいます。今こそ我が軍はキャツラを一網打尽にできるでしょう。うん、共産軍は遊撃に優れているので、おそらく町の中には潜んでおらんでしょう。国民党軍がすでに敗れ、山崩れのような状態である。信濃の戦いでの重点は、御三八六軍を殲滅することにある。私が一族を生け捕りしてきます。 中国有四万五千的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向全世界讲出他所想讲的话。更何况这个中国农民做了八路军的总司令。八路军中，彭德怀和左权也是游击专家。In our eighth rotami, Peng Dehuai and Zuo Quan are also guerrilla experts. But it's been 4 days, and Zuo Quan hasn't come back from the battlefield yet. 已经第四天了，左权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好，请。老彭，三个主力师到达什么位置？哦，左权回来了。好。Vice Chief of Staff Zuo Quan is back. Really? That's great. 那太好了。这样吧，我带你去采访左权。 Well, I will take you to Zuo Quan. 不要总是采访我。 You won't always interview me. 爱妻，收到来信，你那里没有条件，不能给女儿北北照一张相寄给我。看到北北的小手印，我很满足了。四天三夜的生死战斗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们的女儿。
我连一面都没有见过，我不曾给他一点做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多亲吻女儿了。总司令好。好，总司令好。史穆特莱女士，张翻译。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已经分兵走了。Vice Commander in Chief, 彭德怀 troop. 我们也要马上出发。We shall leave at once. What about me? 那我怎么办？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送你回延安。You will be sent to Yan'an as arranged. I'm not going anywhere. 我哪里也不去。好，你一个女同志，随部队行动有困难。There will be much inconvenience for a woman like you on the way. I didn't want to be a woman. God made me one. 不是我要作为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上帝把我造就成了这个样。史穆特莱女士，我希望你服从安排。Die Biografie über sie will ich zuerst mal den Großartigen wegnehmen. Großartig ist der Weg nicht, aber ist voll Wandern. Genauso wie der Weg, auf dem wir jetzt gehen. Nun begleitet der Kommando von Paluzen eine ausländische Journalistin auf einem Stück ihres Rückwegs.Mir ist aber lieber zu sagen, dass sich der Sohn eines chinesischen Bauern von der Tochter eines amerikanischen Bergmannes verabschiedet. Darf ich mich wie ein Amerikaner von Ihnen verabschieden? Du und ich tragen beide die Uniform und den Armband eines Balu-Soldaten. Wir müssen uns natürlich auf die Weise von einem Soldaten verabschieden. Ich liebe Balu-Ju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Được rồi. Đến đêm tối, Ghiền Mì Gõ càng nhiều, Chú Tổng càng an toàn. Hiểu rồi. Quân đã qua Hoàng Hà. Yến Xí Sán, Trà Sán, Chiêu Lĩnh, Vệ Lĩ Hoàng, Trà Sán, Nam Lộ Yàng. Chúng ta không qua Hoàng Hà. Chúng ta ở Thái Hàng Sán, đi du lịch.敌进来了，大家快隐蔽！是。知道了。敌机轰炸了七十县的古镇。立即转移。快，二连跟上。总司令太神了，他说敌机不炸就不炸，他说敌机要炸，敌机就来了。这说明啊，朱总司令对敌机太了解了，知道他轰炸的地名与我们相同，都叫古镇，就判断啊，他的目标始终是我们，只是第一次炸错了地方，第二次肯定回来啊。哎，跟上，跟总司令打仗没错。快。快跟上！
電文を受け取り、104旅団が八路軍の太閤根拠地の心臓部に侵入し、八路軍総本部の上に大日本帝国皇軍の軍旗がはためいたことを知った。貴君が今四徳総司令が座った位置にてこの電文を読んでおる姿が想像つく。このことは貴君の同輩である将官を感服させ、密かに奮い立たせることだろう。戸町中将に問う、四徳はどこにおるのか。報告します。無線を傍受しました。付近の山から八路軍の無線信号が発信されております。四徳です。四徳、よし、出発しろ。郭参谋，总部所有人员一律配发步枪刺刀，发下去了吗？都发了。好，我的枪。出发。是。無線局を知ってる者がいたら連れてこい。はい。黎明人都听着，谁要输出八路和电台的去处，就放谁出来。让你去发报，还愣着干什么？开通电台，我来和刘邓通话。明宇同幺二九室通话。斯大利大瓦利奇，斯大利大瓦利奇，巴巴利西杰巴尔斯的。什么？你说什么？邓政委，总部那边明宇通话，我听不懂。大瓦利西杰杜杰夫伦治。是左权。爱德多伊大瓦利奇。不中山是根，我的二是姐姐。你是八十的，和老母的哥们都有戏。爱的头儿与大娃利息不弄着。嗯，亚斯呢？也称换一次报告，星期扫他星期下他不得路，不理来这边奉献我。報告します。敵は暗号を使っております。品語ではありません。不明な言語であります。何？ロシア語のようだ。ロシア語に間違いない。ロシア語の辞書があったらな。待機しろ。
老乡们怎么样？老乡们得救了，叶团长牺牲了。给我追！给我追！ 副总司令，日寇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不成想我们到他的后方来开会了。西路军代表特来向东路军贺喜。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姚二就是副师长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我们以前是交手，不曾见面啊。我们这次是见面，不再交手。<笑>不打不相识啊。<笑>朱总司令，鄙人朱怀冰。 希望朱总司令不要像严老西那样小气，还是拿出一些抗战秘诀给我们看看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秘诀。中日战争既是敌强我弱，又是敌小我大。我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长期相持。 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说得好啊！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了。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就是游击战吧？我们都是军人，哪家军事学说拿游击战当战法了？持久战不仅仅是游击战，但是把游击战 提高到战略位置，确属古今中外之首创。我朱德也是个老军人，我对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它来自哪家的学说。
那你看什么？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朱总司令，这位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崔队长。敢问崔队长是哪个军校毕业的？回首长的话，我没念过书，喜欢杨家将，从小就爱舞枪弄棒，鬼子来了我就照葫芦画瓢，领着乡亲杀鬼子。我说完了。喜欢杨家将，民兵都能打鬼子，都靠老百姓了，还要我们军人干什么？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能打仗，那小日本还待得下去吗？崔队长，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拿一部分上来。是。游击队缴获的比我们正规军还要多。是。游击队，游击战啊，确实有一种马蜂战术啊，专治日军这匹大笨马，这屁股，这耳朵，哎，还专治他的命根子。好了，请诸位各自挑选自己的战利品吧，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大家的礼物。哎，这是日本的战刀。那是三八式，啊！魏总司令，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呀？啊！给我派一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吧。好。啊，这些都是各地群众捐献的废铁，哦，有的是妇女会、儿童团大老远背来的。哎呦，真不容易啊！啊，那些是各个部队送来修的，随到随修。哦，有129师的。好好，辛苦啊，辛苦。这些都是响塘铺战役中我们缴获的日军山炮，哦，完好无损，架起来就能发射。哎，我们能不能仿造啊？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有老师傅，还有北平来的大学生。哦，仿造没问题。太好。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总司令给我们讲话。辛苦了，同志们，我代表全军的将士感谢你们，有你们的智慧和劳动，有华北人民做坚强的后盾，我们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赢。大家知道《游击队之歌》是怎么唱的？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不能光是敌人造的，我们照单全收，我们还要自己动手造。同志们，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只靠红缨枪和大刀，也不能光会造地雷、手榴弹，我们要造枪、造炮，将来还要造飞机、造军舰呢。安倍中将。貴公と私が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のことを覚えておるか。確か第八旅団の第一回閲兵式の時だった。そうだったな。はい。その時自分は第八師団第十六旅団第32連隊の連隊長で大佐でありました。そうか。その貴公がわずか2年で中将に昇進。これは我が帝国陸軍の厳しい軍律の中にあって。極めて
異例の処置である。天皇陛下の御典にご感謝申し上げます。失礼いたします。本日寺内大将を張家口にお迎えしたことは我々の大きな誇りであります。寺内大将に感激の意を表しまして、そして安倍中将のこの度の出征の大勝利と帰還のご無事を祈りまして。ありがとう。大日本帝国軍人の誉れを見せてくれ。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の上ない光栄であります。国民党と共産軍の抗日統一戦線はすでに終わった。これは我が国軍にとって極めて有利なことである。この度安倍中将及び諸軍がニェロンジェンの部隊討伐のため出兵するにあたり、軍友割拠、歴戦連勝を祈る。乾杯。乾杯。这次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啊，再次明确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中央明确，八路军是英勇抗战的模范。好，好，是。来，来，坐。来，来，坐。坐，坐，来，来。啊，这次会议还就我党如何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做出了战略规划。同志们，中央决定全党动员，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全国抗战必将是一个新局面啊！我们共产党人要以天下为己任。毛泽东同志提醒全党不要麻痹，防止在统一战线上只搞团结不搞斗争的错误，要防备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日军蒙古驻屯军阿部圭秀最近调到河北来了，就是那个山地战专家。あります。私の戻りは何の効果もない。敵が散れば我も散り、敵が遊撃してくれば我も遊撃で応じ、小勢には小勢で応じる。君らの遊撃隊は我が軍の待ち伏せから逃れることはできんのだ。やれ。阿部升任中将才几天，就率军攻入我晋察冀边区腹地，此人野心不小。日军的行动有人配合，中央军的朱怀兵袭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晋绥军的孙楚公然进攻山西南部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有一个叫和田大作的日本人，啊，原来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他正在与阎锡山互相勾结。
蒋介石正在调动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开进，企图闪击延安。腹背受敌，形势严峻呐。嗯，老总，早点睡吧。是啊，早点休息吧。你们也休息吧。冻上了。啊！暖暖，家是哪儿的？五台。不好意思，阎锡山的老乡。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不也是你的老乡吗？不敢比啊。什么时候参军的？我参军才两个月。南如村入的伍。对，就是总部住在俺们村的时候。能吧？好点吗？嗯。哎，你去跑两圈，就不冷了，啊？不行，我还得站岗呢。我替你站吧。去，去吧。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总司令，朱怀兵来了。哎，有请。朱军长，请坐。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之有啊？兄弟。也是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辖区，我要收复失地。好，距离此地30公里就是沦陷区。贵军如果决心收复失地，八路军愿以死相助。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97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应该收敛一点吧。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两个字供你们选择。一个字
让。一个字，打。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那你是选择打了？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咱们战场上见。站住！怎么着？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连小卒也敢上门将军，后面有老帅支持吗？寺内大将閣下に報告。ニューロンジェン部隊を高度例高地に誘導成功。第26師団、110師団、特攻8旅団に対し、速やかに包囲を行う。ニューロンジェンの主力部隊なくして勝機なし。司令官なのに報告します。赤軍の捕虜1名捕獲しました。珍しいな。阿部中将殿に報告いたします。自分は三木平太郎であります。辻村大佐機第二中隊第三小隊所属二等兵であります。若木、辻村大佐の部隊はすでに全員が殉国しておる。いいえ、我々13名の兵卒は皆八郎軍の捕虜となりました。全員日本軍人反戦同盟に加わっております。ただ自分は帰国を要求し続けました。軍人の鏡だ。早速我が部隊に編入するように。あのはっきり言え。自分を国に返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国に帰りたい。貴様田舎はどこだ。静岡県です。富士山のふもとにある小さな村です。貴様は家に帰りたいという。共産軍の誘惑から逃れてな。よし、例外として貴様の要求に応えてやろう。戻って広告精神の専用に努めるん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阿部中将殿。これで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太閤さんともおさらばだ。戻れ。貴様今何て言った。自分は富士山の麓から来ました。どうして太閤さんなんかに来なければいけ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いや、あのこうしよう。貴様は年がいかずまだ何もわからない。貴様を帰国させて家族に会わせてやろ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が言ったのは貴様の遺骨と戦没者の遺骨を一緒に帰国させるということだ。貴様の家族は殉死の家族として優遇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いや、嫌です。阿部中将殿、嫌です。こいつです。阿部中将殿。はい。中将殿。自分たちを殺そうとはしなかった。皇軍は自分たちを殺す。天皇陛下、皇軍は必ずこの戦いに敗れます。こんな戦い見ないんだ。こんな戦い絶対に間違えてる。なぜだ。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
大東亜の人間として幼少の頃より皇国精神の薫陶を受けているはずなのに、わずか数日の間に共産軍の宣伝工作によってその精神が消し去られていると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周总，蒋介石急电。念。命令八路军撤到白金路以东韩昌路以北，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正在向我运动。要动手了，这是老蒋帮日本，还是日本帮老蒋？这不是一般的军事斗争，打击日军阿部，要能够鼓舞我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和孙楚，要能够教训阎锡山和他的部队继续抗日。蒋介石这个人啊，他有个优点，你打得好了，他呀就不吭气了。非让我们军人搞艺术啊？毛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艺术，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他们要是打了第一枪啊，那就没什么客气的了。摩擦摩擦，来他个总摩擦，摩擦他个屌弹精光，看他还来不来找麻烦。嗯，反击朱怀冰是一场政治仗，要邓小平政委挂帅。全线反击！现在朱怀冰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对待朱怀冰，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违令者杀。嗯。第四，给下面讲清楚，不能有报复心理，不能胡来。违令者杀。好像是那位崔崔二蛋，崔队，崔司令。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司令，我们打绝死队战败了。
出兵不出力呀！毛泽东来信。你看看吧，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 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那日本人的密电呢？留着，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 于铁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因为现在所有的道理都在你们一边。 我只有厚着脸皮，求您不要让我空手而归，也好在委员长面前有个交代。现在你是掏心窝子了，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地图上所绘的双方住房区，是否有误啊？ 准确无误。西边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向东经长治、平顺，直到磁县，划为分界线。请朱总司令在复述一遍：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之间连成一线，分界线以南的所有八路军全部北撤。 总司令说的是全部北撤，全部北撤。难道连一个桥头阵地你们也不保留？保留桥头阵地还叫什么全部啊？桂芳的条件，只有一条，希望友军不要越界巡衅，以抗战大业为重。于杰兄，那你我之间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结束了，真的结束了。 司令，朱德胜、德胜之事怎么还会让出地盘？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啊！总司令啊，聂荣臻来电。好。黄土岭地域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嗯，有大家伙。 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好啊，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他们有缴获的迫击炮，再加上总部送去的，足够了。
杨总管，杨总管，是个大官。杨总管，明白。这小子还盯着我，给我干他！左前方7093。左前方7093号地が八路軍の指揮所だ。砲撃せよ！はっ！砲撃せよ！砲撃せよ！团长，调整注意完毕。好。各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放！1940年5月，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返回延安。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零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